后脑勺痛了。我站在那个马斯克的头顶上，我脚尖呢，踢他的后脑勺吧，我踢他后脑勺，他都不知道啊，他不会让零件去响，这个是他的短板啊，其他的这次帮川普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是呢，他那个零件方面，他想的很少，他想的很少，所以呢。外星人希望马斯克能开窍啊，能开窍一个，未来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啊。所以呢，前面我要我一直给川普传消息啊，后面还要加上个马斯克啊，还要加上个马斯克，给马斯克也传递消息啊，这样他才能发挥更大作用。好，明白意思了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